您好，很高兴又在大法鼓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了。我们有句俗话说，种善根得善果。那么有的人呢，在前几世做了种种的功德跟善事，所以呢，在这一世中享受到种种的福报，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惜福，常常挥金如土。可是遇到有公益团体或者是慈善活动请他们捐款的时候呢，却又是一毛不拔。那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这样的人跟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因果呢？做好事啊，行善呢、啊、要出于自愿的，而强迫他做好事啊，他们会把它当成投资来看。所以现实的世界常常有人说为富者不仁，常常有人说守财奴啊是一毛不拔，常常有人认为呢有钱的人呢是啊非常自私的。这原因有两种，第一个，他们的财产以为啊是他们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努力或他们的运气得到的，跟人家没有关系，他自己得到的东西叫他分给人家，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人呢，认为他自己赚的钱呢也在布施啊，比如说到酒家、到饭馆、到娱乐场所挥金如土，他也在叫是布施啊，他的给的钱只是给的对象啊不是给的穷人，而是他也是广积善缘啊。还有呢，他们认为他们的公司里的以及呢跟公司相跟他们公司相关事业相关的许多的人能够得到生活的薪水的待遇啊，是由于他们的关系，所以呢他们也觉得已经做了好事啊，已经做了布施啊，已经行了善了。曾经我看到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呢，他有3000多个员工，他给我讲，他说这个3000多个员工都是吃我的饭，都是啊我养他们的，而这个3000多个员工每一个人都有家庭的，至少有一个人两个人的家属，你看一看，我养活了10000多人，头20000人的了。说这些人如果没有我的话都没饭吃的，这些人呢都是吃了我的饭了。那他的心里边意思说，这10000000人呢都是因他才有生活的，他已经做了好事了，他已经呢给了他们生活费了，而他自己呢赚到的钱只是凭他的自己的运气好，凭他自己的能力强，凭他自己的关系好，所以是呢他自己应该自己的钱自己花，如果是自己的钱给人家花不是傻瓜吗？把自己的钱送给一个不相干的人，他们都不愿意的。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理论呢，说穷人有他的穷的原因的，他为什么穷，我为什么有钱，我原来也是没有钱的，我能够有钱，他们这些人他们自己不学好啊，自己不努力了，他们自己也去赚钱呢，能够赚到钱就能够像跟我一样啊，我要帮了他的忙，我给了他们的钱的话就害了他们呢，让他们自己去自力更生，我要给他们钱做什么。那么像这种理论呢、啊、偏偏的里歪歪的里讲的好像还很有理的样子，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啊，社会上有一些人呢他是天生的是需要人照顾的，有的呢是后天的，由于生活环境的转变
或他自己的身心的障碍的发生，以及呢他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因缘呢凑合起来呀、啊、使得他们丧失了自己啊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的能力了。像这样子的人蛮多的，但需要人帮助。另外还有我们这个社会是互助的，我们现在如果说办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慈善的、救济的事业啊，使得我们的社会里边呢、啊、能够使得一些啊本来是啊没有这么高品质的人才，而使得他成为高品质的人才，本来呢没有那么好的啊环境来啊奉献他们自己的才能的，而因为你投注着对社会的关怀的这样布施的工作呢，结果呢他们有了这样的好的环境啊，而能够提升他们自己本身的奉献的机会和奉献的呀力量呢。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还有呢，我们投资的就是布施的做好事的，其实实际上啊还是会回馈的。我们常常啊看到有一些人自己本身呢并不是有那么多钱，但是发愿布施以后啊，哎，捐出去的钱又回来了，还有呢还有多出来了。像这样子的因果的关系呢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的。另外还有一点，现在的人有钱说运气，这个话是什么来的？运气是过去种的福，过去世啊记得人的缘，过去世啊做了大的布施，所以这一次呢能够啊回收了。如果我们这一生呢、啊、已经有了钱有了力量而不去布施，不去做啊慈善的、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的公益事业的话，下一生呢、啊、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也可能就变成了需要人来救济的人，需要人来帮助的人，需要人来可怜的人。因为自己的福报已经享完了，已经用完了，因此我们需要啊有钱的时候需要惜福，需要积福，没有钱的时候需要种福，需要培福。这都是要鼓励我们大家能够啊多做布施，多做奉献。阿弥陀佛。